好像就是有你安尼这样用力的我。你是对我冒充啥？你跟放手啊！我就是看闹着，我倒在眠床摇滚啊！看闹着，就应该去看医生啊！你说到肚子，你才倒在眠床，你有遐尼爱麦？敢一点啊拢未感觉碍哟？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我已经强强要忍袂住啊！你即马上好老实跟我讲，你到底来找杜承恩送啥？是倒一间啊？阿母，你的红酒炖牛小溪真好吃。我袂晓，我啉水就好。哎，你要创啥？我要替你把鞋仔脱落来，把伊抓抓的，别遐紧张的，啊？有些的人啊，脚脚的水少，安尼鞋仔穿起来嘛无舒适。我甲你抓抓的，你等下穿鞋仔就会较舒适啊。目睭开开，花享受。所以就是有你安尼这样用力的我。你拄仔叫我鸡汤，哪有这么紧就上来？还是讲是有甚物人发现咱？你要来进前，我有交代人送一挂水果过来，应该是要到啊。等我一下。你是对我冒充啥？你跟放手啊！我就是看闹着，我倒在眠床摇滚啊！看闹着，就应该去看医生啊！你说到肚子，你才倒在眠床，你有遐尼爱麦？敢一点啊拢未感觉碍哟？我无安怎，是要来有啥货啊？你无看着我，衫穿好好，手鞋也无穿。好，我卖误会恁。会用钱，那你跟我讲，是安怎你骗我讲你要去病院？不是老实讲，你要来找杜承恩。林宝宝都跟你讲老实话，你唔得爱检讨你家己。是安怎宝宝都给你报信的？你点去啊？你回答我。我老实讲，你敢会相信？我就是今日全家伙拢无要相信我，我唔才唔讲。敢真正是安尼？无你认为是安怎？敢讲阿华讲对哦？我即马互你两间在床，白白无你你看我怎要相信呐？我已经强强要忍袂住啊！你即马上好老实跟我讲，你到底来找杜承恩送啥？